错不是病，是文化。老外生活竟无法自理。我们是全世界最多的女佣的一个国家，什么事情都是要她来。哎，可以帮我开冷气吗？啊！第一次自己住，洗衣机明明三个钮，我完全不会操作。我们95%的家庭一定都有女佣，男的女的都有。男的帅吗？男的身材通常都很好。真的？出外景。不要忘记今天晚上11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